12月23日起，于横滨八景岛海岛乐园举行的无人机表演节 StarDance 中将有福音战士登场，将使用1000台装有 LED 的无人机，在高150米、宽100米的夜空中再现奥特曼、福音战士以及鬼灭之刃，还将贩售原创手提袋。使用了米山雾绘制的 Wade Elva 15周年纪念插图的最新服装系列，从12月1日起正式发布，包括有 T 恤、针织衫、卫衣以及手提袋，均有黑色与白色款式。另外，12月1日起，与 Wade Elva Online 购买10000日元以上商品，将可获赠彩色版厚纸特制大尺寸明信片；与 Wade Elva Store 购买10000日元以上商品，将可获赠单色版厚纸特制大尺寸明信片。福音战士官方商店 Evangelion Store 将于韩国举行的 Anime Game Festival 2023开店，作为购入特点，将可获得穿着酷的驾驶员们的明信片。来自出品橡皮章杂货的 AP Lily， 福音战士2024年日式红包登场，套装包含使徒吉祥物 Yulustal 以及驾驶员共2种款式，均有着龙的图案，驾驶员款式的背面还有着定圆度的插图，红包使用和纸制成，含4封红包，每种图案2封。来自木质组装套件 Kigumi 福音战士初号机的木质头部模型登场，从12月1日起与 Everstore 通贩网站接受预约，12月下旬起与 Everstore 通贩网站、Everstore 持袋店以及香港汤本 Everwoo 先行贩售，2024年春季于日本全国零售店发售。来自 Good Smile Company 的 Q 版可动手办系列粘土人福音战士新剧场版葛城美里登场，附有替换用表情部件、笑脸、大叫脸、眨眼脸，还附有武器部件、手枪等，与 Good Smile 在线商店购买将附赠 Eva 手机与握持手作为特点，全高约100毫米，附有专用底座，预定2024年10月发售。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